Hello，啊，来，你搞呀？我现在在龙井啊，我的家乡我的家乡，小李的原地啊，这叫大理啊，我今天来了，今天礼拜天我来啊，因为他用我安哥威廉的蚯蚓肥啊，打野子只是打地上，只是打地上啊，啊。一个礼拜椰子就变色细胞瓶，因为啊椰子，它的三株种下去，老板你那个三株种几年了？种一年多了。种一年多，然后怎样？没有出苗呢，它现在一放下去就出苗了嘞。一出苗啊？哦。椰子呢？喷下去呢？清掉嘞，整个清掉嘞。整个清掉啊？啊。啊，来啊，给你们这一啊啊。啊来，这位龙岩的名人啊，我的东西不好用，等下他的马色这么大力啊，搞不起来，我不是欧比欣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你的三柱来啊，给你们看一下他的三柱，你看啊，这个叫大理，弟弟叫小李，来，这个三柱啊，只是打泥土罢了啊，各位看一下。打泥土罢了哦，你看，两三年没有什么发芽。哦。啊？你才不会讲话。够力哦，够力了。啊？够力。够力了。这个你没有有打叶子吗？没有打叶子，打地下而已。只是打地下罢了啊！你看，这个礼拜是不是下很多雨？哦，一个礼拜而已啊。你看下雨还是一样。啊。头先我去龙岩那饮水的囝。不也啊，修根蕉呀，一去咬外蚯蚓会怕油剂啊。他讲他那天啊，中午下午打了之后啊，晚上下大雨懂啊，还是这样漂亮，乌金乌金。你看，马上黄色哦。哦，是。还有那个椰子呢？椰子也是 OK。椰子啊？啊，怎么 OK 啊 ？OK 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哦。啊，你看安哥为人尊重啊，没档案。啊，印尼塞班牙巴蒂巴蒂，我的员工，印尼人。啊，你那张五炮？那张不，这边有炮，这边都靠这边。啊，这边啊，这边还没有打，你看啊。啊，黄，来，这个有打吗？啊，这是不打了的。打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。几天？大概几天？八天，现在八天，九天了。九天了，你看椰子香。只是打地上，打地上哎，没有打叶子，没有打叶子，完全没有打叶子。你看，啊，你也青苔有去不？有啊，我一个啦。啊？我怕搞干呀。哈，这个打了青苔会不见，如果这边还有再打，更厉害，肯定不见。这个打一个礼拜，八天。OK 啦。野芽黄色。你那个五厘米，你拍几厘米啦？一厘米行吗？只是一厘米罢了啊！你看，一厘米啊，全部才打一厘米啊。小李，哦，如果你用打这个一厘米跟肥料来比较，怎样差别？哦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！你看，哇，那边会生吗？生啊！啊，生几倍？生很厉害啊，很好啊。超过一半？有啦，70%。应该是有啊，应该是有啊。生70%啊！你看。啊，他讲，好美。你一个礼拜打几一个？一个礼拜，可以打到两一个多啊。一个礼拜两一个多，两一个多几颗？百多颗啊。百多颗啊？一百零多颗。就是说一个礼拜可以打100多颗了。你掺多少水？20，我掺40。那个桶二十厘米的桶，20厘米的桶，嗯，就这样厉害，我的眼光差不多嘛，那也黄落出来。这个小李啊，我从小他就认识我哈，每次我读小学你就叫我都去我家有没有？哦，有吧，有吧，啊，各位看一下嘛，一个厘米啊打110颗啊，100多颗。打下去见效哦，打下去下雨都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了，我看
三四天大雨都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啊。嗯，如果是下回会影响吗？下回就完了了，下回就冲掉了了，工地做放草了。啊 ，OK 啦，这 OK 啦，你嗯你看，你这拍一摆哦，一摆呀，头一摆呀。哇，你还拍第二摆不是包？哦，第二摆好些了，好些了啦。哦，你就看到也会来就拔了没有？啊，也会都无香，也会无香嘞。嗯，各位看到吗？结酸秋因为 Uncle William 的 Blend 七百号啊，这个是人证物证啊，不可以胡说八道的啊。啊，你也蛮高怕哦。蛮高怕嘞，蛮老啊。你是蛮高，准备来蛮高。啊，准备来蛮高来怕了呢。嗯，我准备那房价真好势嘞。哦，当然哈，规个市面无好嘞，准备那房价不够好啊。哦 ，OK 的。拍了应该十几楼啊，这里。拍了十几楼啊，等你无十几楼，我唔敢登来领烟啦。住到六七几楼了。六七几楼了哈、哦。各位啊，听到吗？可以省超过60%的。钱，而且打了下雨一样有效，一样有效哈、哦，啊，大家share哦，嗯，啊，嗯，啊，拍了一礼拜就看到，你看到那个成绩就成水了吗？一礼拜前，安怎？一礼拜我那晚能看，你无看，这样看来就好好，这样开出来，这调整高，调整高啊？嗯，啊，我那边嘛，一看看。啊，走一礼拜啊，你紧啊！啊，紧！啊，各位看到吗？你来看嘞，来，你看哦，这个白白才生出来的，对吗？啊，是啊、哦，哦，古早啊，你看冇？冇。啊？冇，这把都丢诶。啊，我不是我这样，这个白白啊，是不是才生出来？生出来。你这个打一个礼拜叶子就看到效果啊？啊？嗯。一个里得就安尼款，啊，我唔知卖几万里得嘛，你。OK 啦，看晒啦。会晒啦哦 ，OK， 要放工了啊 ，OK， 大家 share 哦。蚯蚓肥改变土壤是非常的重要的，而且要有效的，啊 ，OK， 拜拜。